定他们。在热情似火这件事上，我可不会输给千杰哦。不知道你见没见到这里的男孩们，他们都内向得很。这本就是属于你的力量，你只是还需要时间来掌握它。平心静气，不要被乐土中的暴力杀伐之气。星空の色は汗、杯も乾いた。抱歉、刚才稍稍有些走神了。一拳搞定他们。我又来了。粒粒浮生，无非败而后成。我能给你的帮助有限，但我仍会尽己所能。
搞定他们。尝尝斯麦克尔的怒火吧！看我这样，其实你的起点远胜于我，你能够做到。别愣着开船的，别给我们时间拖。一拳搞定他们。艾莉西亚的贴心提示，和鹰说话时别盯着耳朵看太久。所有的杂念，让你的心与手中的利刃融为一体。
如果我什么都能做到，那就不会出现那些必要的牺牲。一拳搞定他们！应该不会嫌我话多吧？一拳搞定他们！在迷茫的时候，就想想你是为何而来到这里的吧。喂，开船的，你今天任务地点就是这里吧？一拳搞定他们！我不认为自己有教导你的资格。喂，小冉哥，你确定任务地点就是这里吧？一拳搞定他们！我不认为自己有教导你的资格。
以前搞定他们。我能给你的帮助有限，但我仍会尽己所能。以前搞定他们。你确定任务地点就是这里吧？以前搞定他们。我不认为自己有教导你的资格。以前搞定他们。这本就是属于你的力量，你只是还需要时间来掌握它。权剑，以前搞定他们。真是个神奇的地方，不是？以前搞定他们。
也是音乐家，伊甸。我只会的声音残破不堪，但永远不会断绝。感觉也不对，那这样，绚丽的花朵，此刻将如黄金一般闪耀。粒粒浮生，心静气，
助你一臂之力。做出你的选择。ようこそ、来訪者、ライデン・メイさん。君の来訪は予見してたよ。你知道我的名字。在这往事乐途中，万物皆因认知而初次见面，我乃先行者。你就是被冠以名号，只是身外之物，无需以此影响。这些刻印指引我们。我不认为自己有教导你的资格。
一拳搞定他们！别别尝尝 Spencer 的怒火吧！这些刻印指引我们走的。一拳搞定他们。想想，我是女孩子，战力比肩凯文，又有如神明般的聪慧与美貌。这么说来，永远将此刻铭记。
你见到他了，对吗？就和觉者这个名字一样，是位相当超脱的人。